其实有点怕那个鸡的鸡骚味，只是这样低筋筋这样用起来，我就觉得喝了还蛮顺口的。我懒得煮早餐的时候，我就让他们当早餐喝。对啊，他们喝了也都觉得还蛮 OK 的，所以有时候是反而是他们自己跟我讲说他们想要喝鸡精。这一口香气清甜、美味天然的低筋筋，可追溯其新鲜的源头，于彰化县经营总鸡场的陈老板，一辈子在鸡场里打滚，早期为供应许多鸡商的来源，至今胼手知足，打拼出一座养鸡王国。咱咧饲就是靠这个经验了嘛，你经验愈久，你当然就是愈厉害啊。那嘛是对人的进步。啊，我伫彰化县饲过，我咧饲过，其实伫彰化县的方便确实是还那袂歹的。因为我是饲正规，所以咱若甲咱的正规迄个母源，咱咧饲的时阵，咱就是尽量找讲啊，这个饲料的品质较好、较顶级的这种物件，咱来饲。饲起来了后，咱的鸡母伊本身抗体都继续强。而第二代陈正龙秉持着要做就要做得比别人好的信念，采用野放斗鸡的方式，以玉米粒和麦片为主要粮食，因此培育出的斗鸡肉质自然鲜美细致 ，Q 弹无腥味。整只鸡从里到外都让人舍不得浪费。斗鸡公的体型就是这么大只，真的已经快跟鹅一样大了。斗鸡如果一次就是要100只、200只一次进来，它如果突然间几只进来的话，哦，真的很凶哦。它会等于是好像黑道打架这样，隔天起来就死伤一片了。然而，管理这座总鸡场并不容易。陈正伦为了年事已高且父亲一手打造的事业延续下去，毅然决定从稳定的美商公司离开，回到彰化经营家业。哇，你都无回来接，我都无大客，又都无人通接嘛。你啊，到尾啊，伊才回来接。啊，伊早期就是我咧饲小拍鸡的时阵吼，伊原来拄啊有，伊拄啊原来有心去，那去有想着讲，爸，我要来做鸡精。阮囝甲我讲一句话啦。第一品质，第二卖给人偷，我就是要保你多销得好。第二代的陈正伦因独具先见之明，看准低基金的市场，有别于一般基金的取用鸡种，特别选用自家的斗鸡提炼低基金。我们的鸡只用的是斗鸡，市面上看得到的大概一半以上吧，都是就是土鸡，就是红黑鱼，这两方面是最常见到的。那斗鸡的话，它呈现出一个特色，再加上说，斗鸡它其实饲养它顾得好的话，它的鸡只本身是不错的，就是它的体型大，然后鸡只又漂亮，这其实从外观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一只鸡好不好了。采用实验出的黄金比例，萃取七只斗公鸡与三只老母鸡的精华，保留风味与口感。遵循古法，用细火慢熬16个小时，锁住丰富的营养价值。第一，它的氨基酸丰富嘛；第二，它胶质也丰富；第三，就是人体需要的高蛋白。那再加上鸡精，它提炼出来之后，它已经把它一只鸡的油，它的油脂部分已经去除了。为了做出市面上的区别，更在低基精里增添胶原成分，加入凤爪胶质。在急速冷冻下凝固成果冻状，东西怎么好再让它更好，那它不会 拘定在一个地方。其实公鸡它的胶质是比较丰富的，那鸡爪这个部分它是集中更多的地方。产品也通过食品安全检验，成分无负担，设计便利保存与食用的包装，加热的喝也变得更加有气色和精神。半年我一定会送一次，就是药物残留跟它的病毒细菌指数高不高，这两方面的话会特别针对去做一些检验的，也是都是送 SGS 认证，对人体它的负担也非常的少。像我们的产品就是铝箔包嘛，它只要隔水加热一下，你其实到哪里都可以饮用。0到99岁的客群，我们是都是有的。2岁以下的小朋友，妈妈他们会把它加入一些稀饭之类，把它稀释掉啊。鸡只就跟小朋友一样嘛，照顾得好，它的身体状况就是好。我们的信誉就是反映在客户，这一直是我
最主要也是最看重的东西。客户喝得好的话，他会再回来。良好的口碑与声誉的造就并非一时半刻，自产自销，良心经营，每一滴精华让尝尽消费者的味蕾中开始发酵，回馈大众一份健康的好味道。